又来到树的王国 Pineapple Coconut。 我耳朵真的出来了，我的 Loco Moco。 哇，菇好会玩啊，太漂亮了，给它搞了一个小沙滩椅。我好饿。台山炒蟹，现在来逛一下 Kids， 太开心了吧。 Wahoo Festival。做一个 room tour。 拜拜。有人在冲浪吗？有，已经有两个人了。可以打开一点点，但不能看完，他怕你掉下去。哇，好舒服，一个人一个位置。我也要看，我也要看。好想带他们感受一下这个海风，暖暖的海风，这窗子打不开了，就只能这样。哎，外面好棒，沙滩。你去下面海水里面游泳吧，好不好？哇，下面都没有人，我想是他们两个在下面散步。你就想是那两个人出去冲浪，他们已经在外面了。我今天看一下，醒的还蛮早，四点钟醒的，结果他一睡一睡又睡到六点半，夜时差直接倒回来，完美。刚刚起来去买杯咖啡。对，我们现在起床，好像他们还没起，他们肯定时差也比较恼火，所以我们就下来走一走，然后去买一杯咖啡给他们带上去。对，你看这里的树好美，真的又来到树的王国夏威夷。这个还有龟背竹。早上七点过，这已经排起来了。我们上次来就是好像是这个位置，啊、上次坐的外面的那个位置，这个啊，我坐在外面，我记得有一什么椰子味的什么东西。在四米的空间吧，感觉也不错。我准备点一个这个。然后是季节性的，看一下是什么，草莓 strawberry pineapple。 它外面那圈的味道都是正常的，它中间的那个应该是最有味道的。这还有上次就吃到超好吃的 pineapple coconut 的 croissant。 Remember this？ 好吃，点点还是蛮优秀的。我也来看看我的 beef， 很棒哈，因为冲浪真的很好玩，非常 addictive，非常的 addictive。 打开了一盘眼影，准备画腮红。我在这里看着我等会借给你，你会用吗？不难受吗？我估计我肯定不行。不，这 D N 带它是属于已经不难受了。高一下嘛，你给我高一下哈。你的那么粗的刷子，我还没开始画。我现在稍微大面积垫大一点，假笑，很大。你看一下你自己呢？可以，就不就这样，就这样，很大了，很有区别啊！我真的觉得很有区别，就是你这个镜头，笑吧，可以啊，就很大哈。这是个什么东西？这个可以拿来干嘛？这是最好用的。哎，我知道这个牌子，它还可以拿来干嘛呢？下睫毛的毛流的，但是我觉得画那个最好用，就反正就是它可以画下肢那一坨毛绒的东西。哇，这个好用，这个很细很细。姑娘给我贴一个精灵耳，哎，我还没跟大家说。我们这次 ，Hello 大家，你痛啊？不痛啊。我可以给你调整形状，不是，好像是有点不一样。我看一下啊，对称的，你我耳朵真的出来了，我的妈呀！戴耳钉就会很好看。我们现在化妆，马上画完了。今天的行程就是没有行程，没有行程，酒店。好，等我们弄好了再跟大家看吧。OK， 等一下见。哇，你拍得很好哎！那也很好，对，优秀。
金属那个看起来比较香哎。我的 Loco Moco 好吃的。你的 pancake 很好棒啊。我就感觉这是什么？那个应该是某种暖吧。Lily Koi。我开动了。开动你。它这个就很像我小时候的那种 DV， 还有颗粒感。好吃。吃完饭，准备下去沙滩泳池旁边泡一泡。Let's go。What are you looking at? Wow, 人家好好玩啊。One nap later. 想要去冲个浪，希望金叔能够 hold 住开呀。金叔可以吗？金叔肯定可以。他也睡醒了，也吃饱了，现在应该是个很好的状态。小花猪。根本看不到敌人在哪里，很小很小了。冲浪的时候就是什么 一团黑，然后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今天妈妈冲不了了，这可以改天好不好？改天绵密，这像个石板吧？不好意思喽，球球，这个要30岁才能吃。妈妈也是去年才开始吃的。金叔，你快来尝一下吧，说。下雨了。真的假的？下雨了。都快跑了吗？你看，所有人都跑了。大家都走了。大家都走了。暴雨。我们现在回酒店了，在酒店休息一下。可能夏威夷很适合带娃吧，我看到好多小 baby， 感觉还有很多比开亚还小的。我今天还在沙滩上看到一个妈妈抱着小朋友，小朋友在她胸上睡觉，然后她还在看书，然后还在吃东西，她就是我的 role model。 不过今天开亚也很乖啦，然后她还第一次下了海，在海里面玩了一下。慢慢有没有很开心今天？今天我们可是很厉害耶。他太白了，我疯狂给他涂防晒，因为怕他晒伤。 anyways， 现在休息一下，我也可以剪剪视频，可能晚上去吃个饭吧。 OK， 在酒店的床上睡着了。宝贝要起床了吗？滴嘟滴嘟，起床了。我们又到了这家餐厅了，上一次来过，记得他的牛尾汤吗？优秀。等到30以后，那个是真的30岁以后，非常脆。地上跟海融合的感觉还蛮神奇的，好吃。这个应该就是那个 porridge， 来吧，牛尾粥。你们吃过的是这个粥对不对？对，没吃过的是汤。应该就是汤里面放了米。应该就是这么回事。哇，不好会玩啊、哦！美食家，来点夏威夷海盐吧。20秒左右。wasabi 比较好吃。还有 live， 超棒！今天
天是第二天，现在因为他们还在倒时差睡觉，所以呢我们就先出去吃饭，很早7点钟吃了饭，把东西买回来给他们。然后今天呢我们要去那个花鲁啊 ranch， 就是那个拍侏罗，对，拍侏罗纪的那个 ranch， 这是我们这次行程唯一一个计划的行程，因为我们上次来没有去到那个 ranch， 所以就提前就定了。耶，我们先去吃饭，早上起来洗了头发，然后还没有干。迪伦今天穿的什么夏威夷衬衫，那天我们去二手店淘的。耶、yeah, 出门。你看原来的冲浪板，以前的冲浪板就是一片木头。刚刚在这里啊 Aloha， 然后我们互相拍照帮忙。早上出来的都是推着婴儿车小朋友的家庭， you know。山太美了，我们超级幸运，刚才过来路上一直下雨，然后我们到了就停了。虽然现在有点风，我看一下写的11点的 chance of rain 30%， 但是太漂亮了。过来的那个路上，然后我看到那个树上面爬满了龟背竹，好漂亮，好漂亮，好美，好美，太漂亮了。What does horse say？ 奶奶，奶奶奶。妈妈。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这里就是所有的好莱坞的电影在这里拍的。哦，我知道这个 King Kong 那个，然后还有 Jumanji 也不是 Jurassic Park。哦 ，Soul Surfer 在这里拍的吗？我天，断了只手被一个鲨鱼咬掉了，就是拍的连续剧之类的。我看过好多部都在这里拍的耶，我好像在某个飞机上看的。哇，怎么怎么？你看这个山多好看。Monkey 爬树，好好看啊！关键是雨停了耶。充电宝，不是屁的哟。Resembles the back of a giant lizard. Left-hand corner is all the property here in front. Originally, first part of the property here, approximately 622 acres for $1,300. Purchased for $1,300. But that is remnants of the very first sugar mill. 4 years ago, ABC did a TV show here in Hawaii.And on their ass called Inhuman. The name Monkey Paw comes from. These were all planted for the shit of the cattle, and I've worked here for 11 years. Nobody can explain that TV show. It said, never mind, false alarm. And an hour after the second. 我们下来第一个 bunkers 参观了，快看，午餐肉哦，火锅时间到。Here.Anybody need an emotional support piglet for the rest of the tour? Yes, please. They're super delicious, cute. Cows have fallen to the footprints at night. 太漂亮了，后面的山超级美。Jurassic Valley.我觉得我们的运气真的是太好了。对的，我们现在过来，然后出太阳了。后面的山，夏威夷的山，夏威夷的树真的是超级漂亮，太美了。虽然后面这些骨头都是假的。啊，他在摸水，然后给你们看一下他摸的是一个什么的水。是一个恐龙。你看，我们看节目看到一半，自己睡着了，困得不行。OK， 我们现在要走啦。这个地方还蛮好玩的，虽然我们可能做了一个比较无聊的 tour， 因为有小朋友，但是还是蛮好看的。然后刚才买了一个小项链，这种白色的，上面有个夏威夷小花。接下来我们准备去海边。Let's go. We made it to landing pad， 给他搞了一个小沙滩椅，他坐在这吃橘橘。这里超级美，我们上次也来了这里的，然后这边沙滩就是很白的沙，海水非常蓝。
潜了，太爽了。我们准备出来吃晚饭了，现在就是最漂亮的时候。哇，你看夕阳啦！现在 Waikiki 主街这么多人，哇！忘记把小 Kaya 的玩具忘在这里了，是对了。今天准备吃这一家，好像粤式的吧。哦 ，VIP， VIP， very important person， right？ 林志玲来过吗？任贤齐，他们香港的。哦，这个是美国的，是对，美国的，很多年了，那个应该有二十几年了。哇。那个、我的北京烤鸭，嗯，好好吃。我好饿，快吃！一天呢就只吃了半个 bagel。台山炒蟹。Good morning， 又是早起买咖啡的一天。今天准备去买那个。你衣服穿反了，你看那边的 view。 早上起来拥抱大海，满满的正能量。在夏威夷最想念的就是这个东西，长在所有的树上，超级美。早餐时间到，不对，应该是早午餐了。妈妈怎么这样？哦，没有。今天什么吃的？哇！然后 pineapple on the side， 我这次真的来把 local moco 吃够了。我觉得就比较好吃 local moco 是哪一家吗？我不记得是这个岛还是 Maui， 然后有公鸡。哦，我知道 Maui， 那个是在 Maui 哈，那一家的 local moco 我觉得好吃。Avocado toast， 我这个 avocado toast 超级优秀，它两片面包中间还加的有那种就是豆子的酱，然后旁边是一个豆子的汤，很香很香。随便在这个路上走一走，太漂亮，很舒服。我那天看说一个初老，也不说初老吧，就老了的症状就是开始关心植物，然后会 appreciate 植物的漂亮。我已经关心很多年了耶。啊，但是真的很漂亮，很美。这就是我们在酒店看到的那个传奇人物，我们也到冲浪的大神、选手、源头大神这里来了，羡慕。
这就是 sea asparagus。好吃，好吃哈。It's so good， 好辣哦。来逛一下 Kith， 好像是 LA 的品牌，然后我们在夏威夷逛，我在 LA 都没有逛过这个版。我跟后面的窗帘融为一体了。今天四点半过后，这里会有一个像夜市一样的东西，好像说有10000人会参加哦。它会持续到几点吗？它会凌晨。Nice， 已经不让走了。对呀、啊，封路了。哇，这个车好帅，降低了的。他加了套件，是个警车。轮毂也是选择。真的，这警车这波太帅了。又走到了上一次我们来夏威夷最后吃的那个绵绵冰，这次路过还是决定来吃一口，不然肯定吃不到了。夏威夷真的好舒服啊。来，我们展示一下。天哪，又吃到了，太开心了吧！哇，爽不爽？炎炎夏日，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可以的。嗨，要去吃饭饭啦！Wahoo Festival， 酒店给了一张那个提示，说今天楼下的 traffic 会非常的差，因为他们把街封了。对，就是 Wahoo Festival。Wahoo Festival， 不知道这个它是不是那个，就是一年，对，可能是一年举行一次吧，还挺好的。有点像个小夜市。Let's go， 穿轻松，我们回来换了衣服啦。对，我们现在 T 恤。你在干嘛？那我们出发了，走吧。我们出发，然后娃还没抱起。我们去吃好吃的了。Knock knock， housekeeping。你看我才是适合夜市的穿搭吧。你这是准备要行走10000里，我们去狂吃。哇，还有烟，你后面有烧烤的烟。这里是欢迎来的夜市。6分，喝了。
你们对这种夜市要求太高了。我买的玉米到了。我来看看现在的街头，都黑了，这好热闹啊！啊！哇！我们回酒店了，因为臭臭要睡觉了。但是我们酒店下面可以看到那个街，这边还有好多人，我们都没走到这边。对，我们太累了，走不动了。但是还有好长，它可能就是到差不多那边就到头了。你想看吗？来，好热闹，看看，然后很多 food truck 啊，你看下面好多人啊，卖东西的小商贩。我还可以看到隔壁酒店他们在游泳，好羡慕。那海边就没有人了。哇，明天我们就要走啦，走了，有点舍不得。Good morning. 今天是我们在这儿的最后一天，下午就要走了。然后现在早上我们准备先去海边走一走，然后买个咖啡，然后就要上来收拾行李啦。啊，好不好玩？好玩，不想走。是不是跟以前的风格，就是玩的玩风格完全不一样？对，但是也很好。而且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带小孩了还是怎么样，我觉得我这次看到全是小孩，很多像他这么大的小婴儿或者是小朋友啊，然后很多家庭都是那种两个三个小孩的，很厉害。我觉得原来为什么我来夏威夷我都没看到这些，可能因为我们去的地方都没注意。对呀，没注意。夏威夷可能是再适合不过带小孩的吧。嗯，它气候好。对，真的很舒服，很舒服，开心。他看到我说话，他也想要说两句。啊，七点过，还没睡醒呢。你睡醒了吗？再看一下酒店的这棵大树，其实这里也蛮舒服的，左边就是酒店的餐厅，我们在那边吃过早饭，然后这边呢就是酒店的泳池，然后走那就可以去到海边了，后面就是海，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这么早大家都来占位了，你看位子都被占满了，最后一次踩上沙子。远处那个就是 Diamond Head， 我们上次来还去爬了的，大家很多在这散步。草莓蛋糕感觉好棒。我们已经收拾好了，等一下去坐飞机了，舍不得。我现在面前全是冲浪的人，海边待在那躺着真的太爽了。 OK， 但是呢我们这个房间好像还没有跟大家做一个 room tour， 所以我准备给大家做一个 room tour before we go。 这个地方是门，然后我就站在进门这个地方，这是我们收的行李，大概有点乱了，然后床也没有收。我们这次住的呢是威斯汀，然后我们本来是订了一个 king bed， 然后有阳台的，但是呢它没有了，它给我们换了一个这种 double bed， 是两个床的。 but 这个房间它是在角落，所以它稍微大一点，我们就想说也 OK， 但是就没有阳台了。不过进来大家看它的 view 真的超级好，就是很多窗子。先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吧，就这过来它这边有一个烧水的一个吧台，但是前面大家看到我之前跟姑坐在这里化妆，就是一个
个这个台面还很爽，然后还有这个烧水壶，所以冲奶啊什么的也比较方便。这里有一个衣柜，这边是厕所，我唯一觉得它厕所就是这个面台非常的小，基本上摆不了什么女生的东西。嘿，臭臭Hello， 这有一个 shower， 就是很简单。过来呢，这就是房间，主要就是这两扇窗，真的超级美。这边其实看出去就是 Waikiki Beach， 然后就最出名的那个街。然后这边下来呢，也是就是直接海景。看我们隔壁的房间，这边应该就有阳台了，只是它角落的这间就是没有。那个呢是给臭臭要的婴儿床，这是他睡觉的地方。我们也带了那个罩子，所以他也是蛮方便的。爸爸 is missing a 奶嘴，这个奶嘴。好啦，基本上就是这样。地理位置真的很好，就下楼离什么都很近，那个拉面、各种吃的、咖啡厅、商店、乌冬面都很近。然后泳池什么的呢，稍微比较小一点，嗯，但是它有自己的海边。它这个酒店好像是夏威夷最早的酒店之一，所以它的设施可能稍微陈旧一点，就是一个老牌酒店。老牌，对，我们要和这片海说拜拜了。金叔跟姑他们可能会在这边再多待两天，所以我们就先回去了，也许之后洛杉矶见。Yeah， 我们现在在姑他们的房间，我们本来也是这种房型，所以先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那个阳台，然后这个景也是很美，可以走出去的，有点滑那个，是不是也很美？大家说个拜拜，拜拜，拜拜，回洛杉矶见，拜拜。OK， 开始的，它这个就很像我小时候的那种视频，对。